喂，Hello，安安，今天来浑水摸鱼了。有没有那个晚点再说啦？我真的要先来看一下，看一下捐恩啊。六家整进攻？什么进攻？你说魔神战的进攻吗？六家整不是有那个吗？蛇夫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还没打，要看完。这是只有3天可以打，不是吗？对，然后我连摸都还没开始摸，笑死。啊，差不多啦，那等一下5点钟，对不对？大家期待君会有什么资讯呢？那感觉参议院第28个月续订哦，那我们今天就来那个。林志颖上，我记得这个不是不难吗？不是，应该说我有看过一些人拍影片，我说这，我记得这关没什么难的吧？对，印象中啦，对，我记得我刚刚在蹲马桶的时候看到一个柠檬树的那个啊，五加成啊，五加成的灵力打那个什么？对，不是那个医院打进攻战，对，我记得这关没有很难，我可以现在去看一下，我刚刚好像从头到尾转一圈就好，像在加成好像是这些最近的角色啊。对，呜。然后我跟你说啊，我在防守阶段我完全没有参与到啊，我这几天都是登录进去，哎、欸，好，我登录了，对，马上登出，马上关游戏，哦，又没什么事情做，还是我们现在把那个这个周四福利关清一清。噔噔，好啦，有没有很期待今天的资讯的啊？对，在养了这么久的身之后，终于下礼拜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啦。对，尤其我们蛇都已经囤了不知道几百年了。我舍度几只啊？因为怎么说，最近钥匙送很多，然后他叫我解那个公安任务通行证，我就得去清钥匙，然后那个打着就不知道几只。我舍度20只啊，对不对？一轮解一遍，而且其实老实讲，埃及应该也不会需要复制人啊。哎，什么埃及？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等一下哦。才二十啊，就是因为练了北欧，所以才会只有20啊。对，我们看一下那个先后顺序好吗？就是因为练了北欧，所以才会只有20啊，懂我意思吗？噔噔噔噔噔！好，那么现在刷一下魔神战啦。听说这个家伙计时五啊，就是那个日本城计时五哦，这可能要刷一段时间。好想直接一只大鸟喂下去给他结束，我天哪！我想一下，柠檬树好像是这样组的。刚刚如果看到，
就是，而且是魔神死得够快，不愧是只有三天的那个进攻战，死的速度够快的。哎，好像是这家伙，然后我们是，对，然后还有这个这两只嘛，印象都是这个样子啦。对啊，光看里面什么东西我应该忘光了。结果从来没有，你可以之后再来问。全部装一装，全部装一装。感谢 Robin 0325的第16个月续订，厉贺厉贺。对 ，Good morning。让我想要等一下，让我想要今天看到一只梗，看到一个梗图，给你们看一下。要长草没有？才刚长草完，是才刚准备要开始有事做。你看我今天看到一个梗图。埃及有料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埃及。对，居然还有20分钟哎，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们知道这个怎么念吗？对、啊。好，这不是重点。回到我们的画面。然后是被卡蜜拉的样子，然后周琦。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你怎么说，这次攻击战没有，应该说魔神战这种东西平常也没有刷很多啊。说真的，对，魔神这东西平常就是打个一只满级就差不多了吧，然后把那个眼球换出来啊。哦，他好像要那个。十年不见吗？没有，哪有十年不见啊？对，你们讲的好像我平常很常翘班一样。对，吼、哦。主要就拿金玉啦，这怎么说？因为金玉这东西是有限定的。对，你金玉如果不拿的话，你到时候每次有人说，哎、欸，你看那个这关需要五个，五个摘二级的龙科，对不对？哈，我怎么都没有？对，这就很好笑了、啊。而且每一次，我相信应该不是每个人都会买那个金玉礼包啦。对，请问正常有人在每次都买那个金鱼礼包的吗？对，连我自己都不常买了。给两张哦，真的假的？不然就是老样子嘛，对，一张然后一张，我靠，一张然后一张记一的、啊，一张满记一张记一的。bang bang。我没有想到我用那么肥。你看，这是我第一张，耶、yeah! ！我第一张暴走的城堡哦，这就上礼拜提到的机、啊、械的灵魂没了，就是机械用的灵魂。有机不大，我跟你讲，人面鸟王现在多成那个样子哦。对，人面鸟王现在那么多，结果我的那个武装去哪？噔！弹射群怎么了吗 ？What do you mean？ 啊，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又发生什么事情？糟糕！有毒啊！那我不知道啊，那每个群都蛮有啊，可是你也不知道是谁啊，对不对？biu 啊，那我们就再摸摸刷。对，稍等一下啦。
不会有。这家伙好胖哦，天哪！打进攻比较快，因为进攻一场是一个人啊，一场是一张啊，然后你还可以开就是双倍网卷之类的东西吧。对，应该说魔神战那个东西，我记得只要是王死掉的那个进攻都是进攻比较赚啊。应该说，如果你今天是奔着王卡去的话，对不对？对啊，只是因为以往的那个魔神战没有死这么快，你知道吗？以往的魔神战都是开那种一个礼拜或是十天之类的，啊，这魔神战因为只开三天。哦，那个王死的速度超级无敌快，啪一下就不见了，所以就导致说你可以在刚开始没多久就开始打那个零血的进攻战，懂我意思吗？对，不然以往魔神战我都会跟你说，哎，都是哎那个王的血还剩多少多少，那个王不会掉卡怎样怎样的，对，或者我们等到最后再慢慢刷。可是现在这个王已经死了、啊，对，已经死了，那我们就乖乖打进攻了。如果你是要刷王卡的话。第四个月广播，感谢北极熊第二十个月续订。在四个月就国王报了。哎，那个。刚刚那个一下，biu biu， 那好像要刷两张吗？我自己是觉得不用啦，不过怎么说？刚刚有人说那个、啊，搞不好之后机械族走把那个行动值。喷光的路线啊，对，喷光的路线你就一张可能拉的是不够快，可是我觉得你放两张这个充电宝很挫欸，你懂我意思啊？然后如果以后的那个机械的队长没有自己拉行动值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很多人想玩吧？对，你看现在阿里头尾正副队，头尾正副队长你那边左拉一拉就直接满行动值了，对，利益斯机长就直接满，对，你现在行动值暖的慢的队长都很难玩哦。不过你就通常以我的习惯，我就会刷一张满季跟一张那个啦，这一张怎么说？一张一季的放着，然后怎么讲？可是我就觉得头尾加持，但我说左边拉一拉就直接满了，所以，那当然目前的机械队长都有一个自己暖机的手段。那如果将来的那个机械队长没有暖机的手段，可能他给今天进场跳技能的话，说不定。这样就有用啊！可是我是不觉得会需要用两张，两张太浮夸了啦。啊，有喽，在吃啥？我没有在吃啥，我最近有点鼻塞，不知道为什么。叮。biu。刘记忆什么角色？没有啊，我跟你讲，刘记忆的意义就是之后哪一天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马上练。对，因为很多东西都直接绝版就直接没了。对，没的话，那你就他就再也回不来了。点留这个记忆，看看哪一天会用。我自己是觉得用不到，可是因为我有个习惯嘛，习惯就是全部都留一张了。对喽，这不缺你，最好是每次来都是你在擤鼻涕耶。而且其实老实讲，现在的那个现在鸟王还蛮多的。我当时想说那个什么人民鸟王不是来自于那个什么电子鸡吗？电子鸡那个，好像到最后只能养到一只，然后就说哇，这个东西好珍贵哦，糟糕，我不敢吃哎，呵呵。就现在人民鸟王好像15只吧，就是一直舍不得吃，一直舍不得吃，然后就堆到这么多了。
然后鸟王是不是鸟王舍不得用归舍不得用，那你还是得用啊，对不对？哎，对，你看老观众都知道，那个想当初那个金古桥，哎，我要怎么解释？就是超人那个合作有一张双周卡片叫金古桥，然后那时候有点偏意义不明，他这张双周，然后他只开一次，好，然后就到后面那个贝利亚出来之后，哇，那个贝利亚配双金古桥机械化，他妈超级无敌强，超级无敌痛，那个时候啦，超级无敌痛，然后可是金古桥就再也没有复刻过了，哦，所以从那个之后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官方的双周，哎、欸，这种合作双周通常都会再出现一次啦。对，讲是讲双周，可是最后可能会再出现一次，不然就是整个开，哎、欸，开整整三周或四周哦，开整个合作，啊，也算是件好事吧。对，不然真的没了就真的没了。那个金古桥真的是再也没复刻过、欸，哎，天哪！还有那个时候只能配什么机械十九之类的东西，也是乱，那个不算好吗？金古桥是我有一张，我还要一张。也是，乱是一张都没有，对，这两个不一样。biu biu， 天啊，这技术真的刷到民国几年嘞？虽然说都是搬金玉，就是。看一下哦，两次有去换这个锻造工锤吗？对，我也在想，我真的有需要这个东西吗？其实，对，其实可是其实蛮多人想要的，因为这东西本质上是拿来锻那些像，如果你今天想要抽黑金，你来锻黑金礼包那些奇怪的形状。对，虽然说我想要复制的龙克，我通常就直接就那个，直接再抽一张就是。啊，不是，因为我要思考说，我到底要吃多少战灵回复去打这个东西呀、啊？你看锤子又舍不得用，对，你看这种东西越稀有，你就舍不得，越舍不得用，你知道吗？对，然后放到这就不知道怎么说，就不知道用给谁。龙龙科哇，其实还好，我现在很少在用钱，我现在的龙科很少在开，我只能这样讲。对，我是这样啦，因为你知道那个，绿塔，是绿塔币吗？还有那个什么纪念币？纪念币有个任务是什么？一个月开20次龙科，我他妈到现在都没解完过，你知道吗？对，我一个月可能平均开大概5次吧，5次到10次。对，所以其实他那个形状长什么样子，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是这样想啦。哇！我感觉这东西还会回来的。再看一次。那没什么绿。养兽人命啦。再看一回合，再看一回合，再看一回合就要跳了。再死掉，刚才差点没命。哎，没有啊，我没有死掉啊，但是我没有死掉啊，我巧妙的利用我的根性活下来了。对，巧妙利用我的根性活下来，然后我刚刚削了九颗珠子，还有天降一组。过了啦，对，过了就好。现在时间是4:49哦，马上就要有 GNN 了。居然 GNN 还没错，我就说我真的要赶进度啊，不然我这一个月几乎没有发什么影片了、啊，得赶个进度啊，开个台也好啊。而且这一代 GN 感觉蛮多东西可以谈的啊，对，感觉这一代 GN 会很多东西耶，你们觉得嘞？
不太需要转，欸，还好啦，我觉得这个转角比较习惯，我不太想要那个，就是。豆子是火癌，为什么是豆子是火癌？不是应该反过来吗？对，火癌是豆子。二月开了六次台，没错，这个月最期待的军恩。干，这个月居然都是你想想看，这个月居然出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个月居然只出了，我想一下啊，上个月就日本城吧，对，加一个好像是地狱的那个，就转租的那张，对，然后再跟上个礼拜嘞，上礼拜出什么东西？那个阿里跟马克白吧，对，这两张也没有到，就是很让人那个就是，然后有一个大家早就知道地狱猫头鹰，然后再上个礼拜出什么？这上礼拜出什么？哎，卡米拉跟这个还隔一个礼拜嘛，中间还有个礼拜是什么？对，反正这个月居然就是都不知道在干嘛，你知道吗？对，难得这礼拜居然东西很多，所以又是来吧 ，OK。哦，对了，还有这一家嘛，对，这一家也是居然上，就怎么说，感觉全部大概三次之后加起来没有今还是没有这个礼拜讲的东西多，天哪！而且最近也是要存石头啦，因为毕竟下一个合作应该快来了吧，应该啦。对，看发动攻击使魔神扣减了，使魔神扣减了，对，扣减了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扣减了。不是、啊、你算一下嘛，假设一年平均我们都塞算四个合作嘛，对，虽然说去年特别多，去年好像七个之类的，对，平均四个合作，那每一季出现一次很正常啊，对不对？每一季出现一次。叮。而且你看最近两期都是崭新啊，崭新这个东西就是算蛮便宜的吧？对，而且你也不见得需要抽，就是，不然我好奇问一下嘛，两期有没有人抽？有抽阿里跟卡米拉的，两张都一起都有抽的。对，问一下有没有两张都有抽的？就是那种市场普查，你知道吗？有没有人抽啊？我不知道，因为。简单讲，这两张其实都没有到很强。老实讲，你抽这两张的那个意义，通常是就是说你真的很想要收集这个种族的牛棚，对哦。就崭新出了一堆妖魔鬼怪来讲，这两张应该顶多算普通啦，我觉得。对，而且某方面来讲，其实阿里还蛮重要，因为应该是阿里可能会比较多人想抽，不是因为他很强，而是因为那个猫头鹰的关系，懂我意思吗？对，为了40金破而战哦。对，那我再问一下，有没有人去抽妲己的？对，妲己最近不是在复刻吗？有没有人去抽的？对，像上礼拜有人又问我说，妲己要不要抽妲己？怎么样？我就说，其实妲己现在还是真的很强啊。对，他这是少数你复刻之后他妈的还强无敌的角色、欸，哎，还是飞在天上的那种、欸，哎。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抽，我就说可以啊，我讲的。你有灵异哦，灵异不见得能解决所有问题啊。我觉得很多人给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灵异，你要不要抽妲己？对，可是我讲句老实话，妲己玩起来的舒适度，哦，它舒适度应该是现在全游戏最强的。我指的不是那种，就是，欸，我指的是那种物理上转租起来的那种舒适度啊。当然，如果你要说你今天一个什么进场一个队伍，直接像天照一样整罐围城在点点点点点点到底的那种舒适度，对，那妲己是没有啦。对，可是妲己本身的转租，它的抗性是号称全石魔最多，它甚至比灵异的抗性还要多，欸，版面上的抗性啊，对，就是它防燃烧、防电击、防，哎、欸，防粘附、防那个什么，防灼热、防碎裂，然后还防睡眠，懂不懂？然后再带一个进场跳击，那可能会说物理上的破断，它只有一个固连而已。给他说啊，我是王冠要开，因为王冠可以解风暴啊，对，我是王冠要开啊。对，你可能说它简单只有一个固连，但实际上它还有它进场跳主动技能也是怎么说，也可以解一堆东西，它主动技能也是很优质啊。对，虽然很短就是。妲己也不错，对，你知道妖精当年是被笑下水道，感谢海上面上面第25个月续订，我在讲妲己啊，妲己这边不是在复刻吗？对，妖精当年可是被笑下水道，现在妖精越补越多，你知道去年补了几张妖精卡吗？对，换个方向讲，我还记得之前最好笑的是秦始皇出的那年魔族不是突然，对，不是突然就觉得哇秦始皇好强，对，就整年下来魔族补了唯一一张有用的叫贝利亚，一整年就这样空过了。对，你看妖精
去年基本上妖精元年，你知道妖精一整年出了超级多张好卡，什么美乐蒂、约飞、拆弹，然后那个什么，甚至还有妖母母这种，等等。对，然后再补了那个妲己这种哦，然后还有一些通行证、延禧之类的，懂我意思啊？去年就突然就噗这样起来，打扯远了。我们现在回来看啊，就是妲己的部分，我就说妖那个妲己玩起来舒适度非常非常高，在转注的部分，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刚刚讲过那个零一加一零啦，对，拉下来转一圈打过关卡 OK， 对，可是我觉得玩起来舒适度是跟妲己是无人能及的啦。对，那我刚才也讲说，他现在是少数。明明是副科、哦、可是却还是有一线，还是有一线顶强度的一个队长。所以，如果你觉得你200颗这个花下去，你不觉得心痛的话，我推荐，我觉得是可以抽。对，如果我今天我是没有妲己的话，应该是这样讲。对啊，妲己其实老实讲，妲己就算之后不当队长，还可以当队员。他的主动技能在妖精队也算是很不错用的。他一记就是魅惑跟破功钳，虽然说魅惑跟破功钳本身有一点。对，有一点小矛盾，不过你可以分开来用，你可以分开来看、啊、就是你今天需要攻钱的时候，我可以用攻钱；我需要魅惑的时候，对，再用嘛。对，另类的二合，二选一啦。然后那二技就是整满一消啊。对，整满一消这东西消有多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对，而且整满一消这东西算是另类的解了版面上该有的盾。假如说你今天什么全版电击啊、全版风化啊，对，对面无鼠啊、无鼠盾啊，对，或是对面是超级高康盾啊，或是对面是那种什么手下全版盾啊、手下全什么盾啊。对，这个技能也是按下去就解了。然后妲己自己还有一个内建的队伍技能，就什么回复力跟攻击这样的。好，简单来说，这张卡强无敌啊，所以对，只看你喜欢的抽而已。对，就我觉得怎么说，这张卡片，因为我们去年就讲了，妲己是一张2023年的队长嘛，然后就是一张就是设计师可能脑子今天啊上厕所突然想到啊有了，我们来出一张妲己好了，就这种感觉。所以你今年他就算是今年的年中，就是 middle 啦，年中黑金我也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今年出年中黑金，我觉得这个强度是一定有到的。所以喽，不过我相信很多人以前想要某张队长啊，对，可是当你这张队长复刻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年了，对，你可能觉得说啊，对，下一张新的快要出了，还是我就期待下一张新的，然后结果就没抽到，对，这种感觉。反正也不要抽，就看你自己啊。把加护跟全版就放在一起嘛？老实讲，现在官方很少。99.99% 不会出这种相矛盾又完全无解的技能，你懂我意思吗？ 99.9% 可是有出现过类似，为什么会说 99.9%？ 因为有类似的技能。你知道曾经的月挑战出过，手下要全火加护，然后挂号腐化。对，这个东西其实算不算另类的矛盾？算，可是火加护你可以转走，懂我意思吗？对，它算是矛盾，但是它有办法解决。不然就是像月挑战之前那个什么，有一关白骨精嘛，你看那个什么机神那边开技能慢慢把它弹死，那个好像什么手下要进暗。然后手枪全队长属性还是什么鬼的，懂意思吗？对，这个就是自相矛盾的技能，可能有办法解。可是像你这种全版消跟加护这种东西放在一起，其实就，对，就真的是意义上的无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喽，我以前抽过巴黎，好可怜啊！啊，巴黎之前明明就也是在年终的时候复刻，对，年终的时候抽就没有那过年黑金啊，吼、哦！也抓到，对，时间快要出去扔了啦，我把这张打完就差不多了。而且是这么讲啊，问题是目前就没有啊。对不对？对，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你不为什么不说什么那个灵回逆回跟易卜顿放在同一关？对，两只。然后我今天开个技能是攻击的时候，回复力是零，然后回合结束时依照那个什么补血的时候，应该补的补血量把它补出去。对，对，这种不太合理的技能，再出不太合理的技能去做配套，对，不是更奇怪吗？对喽。
我忘记了，现在也没有那种，就是你一定要怎样才会过的盾啊。想当年无意之路，对不对？你没有那个东西，你就不会过，哈哈。对 ，UCCU。好了好了，准备了，我快打完，快打完了，别急，别急，别急。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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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对，预告埃及神开动终极熔炼，什么？居然是埃及神！啊！当然。最后拉大一点，好啦，对，恭喜我们的埃及神终于今天终极熔炼了，等好久啦。上方光带没错，你没有光的这张卡就比较讲过。虽然说后面有各种 bug， 对，或者等到大圣出的时候的关键很简单，可是你当时刚出的时候这关卡你没有光盾真的别想过了。好，首先救急埃及神系列这两技能哦，圈属性哦，每个都一样啊，对，圈属性7倍，然后2.5倍攻血回，然后火属性对时我们要额外伤害额外10倍。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怎么说？因为他写火属性跟以前的那个叙述其实不太一样。以前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以前是写说，假设火哀啊，火属性怎么说，大幅提升敌方受到的火属性伤害，他有特别写出来火属性伤害。可他这次的写法是火属性对所有目标伤害额外提升10倍，那这个就让人联想到，其实有没有可能是火属性的成员之类的？那我相信80%应该是火属性的伤害啦。对，因为你知道以前的埃及神有个缺点，就是如果你今天用假设五色追打、彩虹追打的话，对你这个火内效会放大。这就很鲁枭了。可是这一次他说的他的说法变了，懂意思啊？懂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愿意变一下的话，或许是一件好事，懂啊？可是我们先不看，先不在乎这个问题啊。反正简单来说，我们先把 Great 城之后火属性伤害会放大哈十倍，然后敌人受到的那个主动技能炮击伤害额外 3.5 倍，然后一个减伤哦，减伤在好像解放还是一转头就在了。哦，然后所有成员五次属性相克。那这边有个冷知识的，官方字是写出来的。你知道埃及神这东西是不吃，或者应该说大幅提升什么什么东西的伤害是不算，是不会吃到属性相克，或是说它已经包含进去了。对，什么意思呢？像是最原始的那个小妖精啦，对，精灵那种对抗技能啊，记不记得以前那个艾德有人没有光哀嘛？对，就用光妖精当头啊。对，那种提升光属性对暗属性伤害，它本身已经含了1.5倍了。哦，所以你打出去想说，是2.25倍、欸。对，可是实际上它是 1.5， 然后提升 1.5，哦，所以其实以前就已经类似这样。那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写出来，就算是另类的防呆吧。它本身已经含了 1.5 倍进去，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10倍跟 3.5 倍，它不会再多一个 1.5 倍克数了，它含进去。那当然这还有别的好处啊，像是你今天打所有性目标不用担心被减伤，大概这样。那不过现在也对全部伤害额外10倍了。好，那接下来往下看，好，接下来是第五技能的部分哦，以。这个是水哀啦，对，水哀每个人的队伍技能不一样哦。兽神，因为水哀毕竟是他是水埃及神嘛，可是跟官方把它做成一只猫哦。然后水不是要不提升200%，所以是300%哈。然后发动水属性成员主动技能的时候，水属性成员无视强化攻前2345，每回合水哀发动主动技能的时候，该水哀减6。哦，这什么意思呢？有没有爆好啊？就是每回合意思是你点完主动技能之后碰了一次版面，动了一次竹子的下一回合，你再点一次，它可以再开一次。哦，所以。严格说起来，这东西应该算是另类的无限联动。可是，我们后面再提啊。对，然后接下来是队伍中阿努比斯，然后那个水埃跟水黄泉的时候，阿米斯产生水属性啊。然后那个赛特是龙跟神嘛，因为他是一只龙嘛，可是他其实是战争之神啊。对啊，其实好像每个人都差不多，就是攻前都不了了了。对，没有每个人的这个间距互相间距效果不太一样，不过其实这不用特别去在乎，就是。对，神祝福是兼具龙跟兽福的效果。你看，因为 II 本来就是神啊，对我给他兼回来。哦，每个人五色盾都一样啊，强化攻前2345属盾。对，每个人其实都是神，可是有人变成一只猫，对，有人变成一只龙，对，有人变成一只鸟，对 ，Who knows？ 然后接下来是以救急埃及神做头尾，然后以阿努比斯做成员，进场时出卖龙脉仪，阿努比斯转移队长属性的，然后主动技能变成这个强哦，全身攻击 1.5倍，全身自身扶持掉率提升。哦，然后阿努比斯50%追打的，这其实以前就是这样子啦，就是以前上修过后变这个样子。哦，然后接下来是引爆这叫神强福斯，全身攻击攻回2倍，然后多了一个救急埃及神系列11-2，好带埃及神一起跑。不过其实老实讲，埃及神本身就已经是对，本身就已经在那边一直减六一直减六了。对，这个放狗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啊，接下来是救急熔炼都有的那个救急熔炼能力哈。好，点血场上符石翻那个还原。
然后队长的属性成员无视拼图盾，根据移动符石完结一个场上属性符石的数量，增加相同连击的 combo 数。因为埃及城本身没有加康嘛，所以对，那移动完结就变成说你那个开容力能力之后，你要场上那个多一点珠子，所以喽。然后接下来是主动技能部分。好，引爆圈属性以外符石对敌方全体造成圈属性伤害，将所有符石转化为该职能成员的种族强化符石。好，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毕竟你们知道，以前的剑是开下去，然后只有一个珠子是强化，对喽。没有水晶珠，没有水晶珠，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对，你不会在版面上领主珠的情况下开这招吧？因为它是移动符石完结一刻，哎，对，换个方式讲，就是你转珠之前，对，一瞬间你有几颗就是几颗，懂我意思吗？你版面上一颗珠子都没有，你开这个干嘛？还原是不是？还原跟无视拼图盾。对，然后接下来每转换一粒符石，对敌方全体造成100万暗属性伤害，一回合之内暗属性成员攻回两倍啦。然后因为这招是类长，主要每回都可以开一次，所以实际上这招算另类的，可以加进埃及神的十倍率啊，另类的。所以说他技能没跳级就是。好，然后接下来这边是转化为该职能成员的种族强化符石，然后根据转化的符石对敌方全体造成100万暗属性伤害，每转化一粒哦。那怎么这个99%是 buff， 但实际上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你知道吗？以前的埃及神是根据引爆的珠子，哦，引爆的珠子对敌方造成伤害。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没办法转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懂我意思吗？就是怎么说，这个主动技能肯定是强，但是还是有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没办法转化盾，假如说转化无效，对，或者说什么一堆冰冻，对，或者说什么结界地形，哦，你今天就变成说你连打炮都打不出去，你知道吗？对，就我就觉得有点好笑，就是，哦，不过总结。总归来说，这东西就是几千万的智商啦。你要知道，3000万乘以队长剑那个35×35，那个是直接翻到30几亿去了，很痛很痛很痛。然后接下来是主动技能二哈，每个人最近人人都有第二招啦，将敌方全体转为自身克制的属性啊，持续到敌人死亡，是一个永久的战场。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克全数了，可是对吧？然后所以这些成员无视固定连击盾跟敌人防御力啊，每个人都是怎么说？每个人都是无视固定跟防御力啊，所以其实埃及神那个无视东西蛮多的。你要想2345鼠盾，强化盾我们先不看，2345鼠盾。然后还有弓前盾，然后还有固连，大概这样。然后龙科能力有个拼图哈，所以其实解蛮多东西。但张一中用龙科能力可以解，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对，因为毕竟龙科能力，你要知道，我们平常不会说北欧神本身是哇，你看常驻整班种族猪防烧防粘，这北欧神不就强无敌？对，这个机体这么强的没有，北欧神机体烂都不行。以前啦，对，北欧神以前机体就是你这龙科能力大概平均每四五回合才出现一次啊，你也不会常常开啊，所以喽。欸，这东西算是一个天头，它不是一个常驻的东西啊。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北欧神跟提到北欧神，对，北欧神跟巫女的极限升华哦，他就直接跳过了 ，OK， 他也没有列出来。好，所以我们先直接念。100倍主动有会算吗？会啊，他那个就是主动技能去倍化100，不止100倍，35×35，对，35×35是1000多倍吧。好，接下来 OK 叫金字塔哦，道具收集活动金字塔，完成指定拼图，你看真正意义上的拼图盾来了。好，然后金字塔光机械，来呼呼到五十光机械，哈哈，自身陷入六回合殒命轮回哦，殒命轮回倒数期间，自身攻击一共回复力3倍，哦，六回合之内自身无视指定，每回刷新护盾，啊，哦，这个护盾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对，然后自身陷入六回合殒命轮回哦，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它的总技能就叫殒命模式，对，就很像那个什么，对，杜芬苏斯博士的什么什么毁灭者什么什么，对，然后加一个自爆案子的概念，啊，那目前这张卡片能干嘛？我们不知道啊。对，虽然说光机械本身极伤，对，可能效益还蛮可观，可是对，暂时先看着，主要是这个刷新护盾这个东西啦，然后什么什么终结者啊，伤害里面除了那个伤害十倍没有，那个不算，那个是攻击伤害，不可能算进去，它只有敌人受到的伤害提升，所以只有35×35，对，不会再多100倍，放心。啊，接下来是我们的挑战任务哈，对，引爆自身及身旁直行的符石掉落暗墙的符石，一回之内自身身亡成员攻击减至零。好，然后将减去攻击的基石的2.5倍加入自身攻击基石，反正就借一下攻击力啦。来这样，机械护盾角吗？暂时没有啊。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全新猫咪的通行证哦。好，木兽 ，OK， 一回之内只能手臂消除符石，符石首批两翼相连，自身攻击8倍，无视敌人防御，无视指定行动盾，捷径升降14 CC 减6 ，OK， 对，就这样，就是也没有到很特别出色，就是。对，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出色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通行证。对啊，龙科就没有什么真正公司攻击防御力，哈哈。然后接下来就是埃及黄泉角的主动技能上调哦。首先，怎么说，水的这只水黄泉原本的技能是只转，
水桥要变神都想要腐蚀，然后将水不转为桥要腐蚀。好，然后有安德米斯提升 1.3 倍，然后变成将水浮这边，因为原本只有水强化变神族强化，所以以前有那个什么特哥拿来打开场高压，哦，他现在直接改成说没有安德米斯也会水转水，水转神族强化腐蚀。然后队伍中有安德米斯或是水爱的话，增加一回亢奋状态，然后一回增加水神或神 1.5 倍，哦，攻为 1.5 倍。然后凯布利这边呢，凯布利原本就是混的最好的一支啦，因为毕竟他本身那个加康跟转族，对，现在比较少用，因为很多人都在加康。哦，凯布利这边多了一个，多了一个赛特追五次，然后还多一个武士指定行动盾，所以它价值又更高。然后这东西本身是 CD2， 然后加1，所以基本上是7回合会续满。好，然后接下来它多了一个武士拼图盾了，还不错。然后接下来是对转租原本就已经溢出的木皇拳，现在转租对还是这样。然后多了一个 1.5 倍，就这样。OK， 补不消补了。对，然后荷鲁斯因为原本就已经是很优秀的固板，所以他只是单纯把这个拉的补进来。对，原本就是所有神族成员直航，现在是所有光属性及神族成员直航。但其实这老实讲，这东西对有强化跟没强化一样的。对，因为他们原本就已经很好用了。然后现在是法老王，法老王本身就是史诗，因为法老王原本只是拿来打那种 U 字型盾，哦，有一种盾是左右两排电击，对，或者左右两排风化之类的。哦，法老王就很适合拿来起这个东西。哦，可他现在那个重建真的是史诗级上修啊。对，首先第一个他 CD6 变 CD5， 哦，短一。然后接下来是原本是普珠啦，现在变成神族乔奥福石，然后暗神族乔奥福石，然后队伍中有奥西利斯或是安努比斯的时候，所有福石转为固定数量及位置的五属吉星神族乔奥福石。对，酷哦。对，五属吉星的神族强化定版 CD5。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笑，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开始觉得说啊，你看那个埃及黄泉本身很拉，对，狗头很拉，对，两个加起来变什么？变拉拉，对。然后现在官方就说，哎，我们要上修埃及黄泉，可是埃及黄泉要配狗头怎么办？哎，没关系，你现在不用配狗头了，你现在可以配埃及神了，对，我们就不用，对，就不用那个啦，对，就不用配狗头啦，对，狗头直接就说，哎，不需要狗头怎么办？把狗头给拿掉 ，OK， 对，合理，好，大概这样。哦，然后我记得北欧神好像已经有资讯了，只是要找一下，就是北欧神的上修部分啊，不然我们先看居然有内容，我们从下往上看啊。首先是那个盗墓的那个啦，哎，不是，是黄泉上。那黄泉上修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应该还是用不到水跟木的。哦，埃及黄泉本身只有火跟光的很常用。哦，平常以前水木暗是查无此人啊，对，只有更早以前特哥还在，而且是没解放特哥的那个年代会用到水黄泉而已。对，可是现在上修之后，我觉得水跟木还是没什么用。对，火跟光原本就混得很好，然后光的本身没有什么加强，就还是那个样子。对，除了变成光属性以外，对，然后火那边多了一个武士兵图盾哦，其实还不错，而且可以加八康跟最大五次哦，其他效应很可观。然后暗的这边多了一个史诗级改强，所以 CD 5的无属性强化加新定版哦，也很好用，大概这样。然后往上就是个盗墓的，啊，这个就是偷，哎，不是，是仙之章哦，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通缉证。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受迫拼图之类的吧的价值，然后主要还是 CD 8有太久了，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偷的啊，这偷攻击就是对，能偷到就偷，就能偷到啊。然后接下来就是金字塔，那金字塔目前看起来还是先放个问号，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东西是刷新护盾，对，刷新护盾的那个什么机械族队长，对，然后看起来这六回隐命轮回，六回武士指引连击反应都是自身，其实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对，你想看想要金字塔刷新护盾会想到什么吗？对，帮谁刷护盾？对，搞不好金字塔里面有法老王，你们说是吧？可是我觉得这东西放光机就很好笑，你知道吗？对，这样霍尔的移动城堡是不是？那金字塔还跑起来自己那边跑来跑去的，谢谢各位。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拼图，然后接下来北欧神官方这个我看一下，这官方那边的 GN 吧。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热狗人图层是在最上面的？哦，有北欧神这边那个，好，你看每个北欧神基本上大同小异啦，就是。自身属性跟神族成员增加350点攻击机制，然后自身对应属性的神族成员则增加630攻击机制。好，一回之内消除5颗自身主族自身攻击3倍。那不要小看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北欧神本身的三维虽然说很屌，因为它毕竟是八星神族，对，可是这个630点攻击机制，你平常头尾加进去也算是另类的大概 1.5 倍攻，而且要加全队哦，只是纯属神族会加。那当然，其实北欧神本身就在组纯属神族队伍了。然后再加上北欧神自己有个很强很强的武装。哦，加上这个消除武力自身攻击3倍，其实集上效应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明白，下周不养生，很多事情可以做。对，而且北欧神的武装好像是 2.2 倍的样子。好，所以而且重点是，对，纯北欧队，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练一整队北欧啦。对，纯北欧队可以吃到快4000的攻击机制，然后全力是翻三倍，等于说你那个平砍是翻了大概快6倍以上。对，牛逼哦。
下班安安安安。只有我，只有我吗？真的假的？哦，然后接下来是巫女类的水巫是回复力哦，然后附加效果时增攻击三倍，然后火巫是攻击力哦，然后木巫是生命力。那其实800生命机制还算蛮多，你们看那个德川家康，对，德川家康那个什么魔族加850，那因为魔族本身基本起来就少，可是木属性或是人类成员可不一样哦。对，木队里面你放一个木屋进去，而且木屋在解放之后，不是木屋在一转之后，其实也是很优秀的队员。对，还可以随时开关，还可以那个什么，还可以转租，还可以加扛，哦，其实蛮厉害的。哦，所以木屋这个算是比较有战术价值。那其实上面的这个回复力机制，对，有人说可能是 Terry 的部分啊，所以对，要是水人加生命力就好了。可恶。好，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在网上看埃及神，那我只能说这个埃及神是真的强无敌啦。就是你如果有仔细去算的话，埃及神本身队长技提供的倍率可以像那个什么，可以给你1000倍左右，要是35倍嘛，35倍提升，哦，1000多倍。那1000多倍什么概念？就是你今天按个1院，哦，1院是涨1亿，加4倍刀伤，对，然后再加那个什么4000多倍，就变成4000多亿，快5000亿了。对，那水跟火都有像杰洛斯、利伊斯这种大炮，可是木跟暗暂时好像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对，木跟暗好像本身没有什么可以炸很大伤害的。然后埃及他也给了你那个什么正攻的可能性，因为你知道以前埃及神正攻基本上是搞笑，你埃及神就拿顶关卡而已，对，正攻那个伤害超级无敌烂的。可是我讲句老实话，埃及神这个东西你要玩，你都只会想要点啊。如果今天这关要求你整关很多大部分是在转珠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少会想玩埃及神。对，因为老实讲，其实埃及神本身的识别率有点低，你知道70×70有多低吗？对，70×70只有4900倍，加一个200%总技能提升，哎，对你。200%的主族提升，你再把总技能加进去两倍嘛，对，大概也就是多少，接近10000倍，10000倍加提升这个，其实老实讲很，对，蛮普通。你要知道现在的10倍率动辄几万在跳的，所以埃及神不到10000倍加提升这个东西，其实平砍是非常非常好笑的，也不得不说。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埃及神你要玩埃及神就是玩大炮型的队伍，因为破东西其实够多，他破攻前2345，哎，2345，然后还有固连跟拼图，哎，对，这东西都点下去就解决。那当然，你今天如果要破拼图你还得开龙科，就是，懂我意思啊？这也是现在喷的上，你要知道，其实喷出现在不是一个小数字哦。我们现在月挑战平均也在大概500亿到1000亿之间，这还是 BOSS。对，前面小怪可能就200-300亿而已。那埃及人点一个一月下去是4900亿哦。对，你要知道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我觉得将来，除非整关都是康盾啊，对，不然其实以他破这么多盾的情况下，其实整关大部分可以用喷掉，对，还算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有诚意的加强了啦，双灵魂嘛，其实现在就可以啊。应该说，怎么双周灵魂肯定是闭着眼睛打，他只要没有康顿啊。因为你看现在这么多奇怪的东西，什么阿努比斯，对，然后贝德维尔，对，然后什么薛丁格之类的，本来就可以啊。对，只是看你要不要花时间去点。那你刚刚可能想说，埃及神自己也可以自己无限循环，因为他每回合可以开一次。哦，我可能点一回合控，点一回合一康，点一回合一康，点一回合一康，对，每回合炸两次，你炸一次多少？3000万嘛。应该说期望值抓2000万好了。对，2000万炸乘以1000倍，对啊，这也是20-30亿的跳啊。只是就怎么说有点小麻烦，就是导致你今天埃及神你要无限循环的时候，你可以放一堆阿努比斯啊，对，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乖乖放一些像遗愿那种东西，因为遗愿可以开3次，他甚至可以开到第4次，而且这也是光，我觉得光埃及比较猛的不只是因为有遗愿，他还有小太郎。你们知道小太郎这个东西本身是可以因为它是制裁型，埃及神是制裁型的技能，然后小太阳这个东西本身，它是吸往吸敌人身上实质受到的伤害，有什么概念呢？就是假设我今天第一条血，第一条血我它是，哦，不会，现在没炸，现在克旋鼠，它是，怎么说？我炸就炸1亿嘛，对，然后1亿会变成4亿嘛，对，4亿这边再乘以那个克制倍率变4900亿，那小太阳会把这4900亿全部吃进去，你知道吗？它虽然说这个伤害4900亿是放大出来，原本只有大概4亿，哦，它会把这4900亿全部吃进去，然后二血倍换1.5倍，也就是大概7500亿，炸上去二血。哦，这就已经非常非常痛了。然后这也是，如果你二血愿意再开一个刀伤，那小太阳可以，那个刀伤还是把小太阳的伤害乘以4倍，对，等于说小太阳吃到2次刀伤的加成。那我觉得这边比较奇怪，比较怎么说？比较值得探讨的就是小太阳到底算不算炮击？因为小太阳它本身是主动技能嘛，它是无属性的主动技能伤害，但是它本身也是算小太阳的输出，懂吗？因为像如果你先用这个伤害炸进去什么固连啊、攻前的话，小太阳如果不是固连攻前就炸进去嘛，大概这种概念。对，然后队长进了血的时候，敌人受到总技能伤害额外3.5倍。那小太阳今天如果开这个伤害还可以再被乘以3.5×3.5的话，那这个伤害真的是强无敌。对，那我刚才有讲过，他这边有火属性对所有目标伤害额外10倍。
好，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火属性指的是火属性成员，还是就跟以前一样是敌人受到火属性伤害大幅提升之类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先不算。可是如果他可以吃到这个第二条的 3.5 乘 3.5， 我觉得大概10倍左右。好，这伤害就很离谱。那我觉得就算吃不到也没差，其实。对，因为你吃不到的话，其实也是几千亿在跳啊，也没有差那一点啊，也是很痛啊。好，而且还有一种玩法是，你可以把整个队伍倒装，你可以把遗愿跟灵秘放，遗愿当头，哦，灵秘放中间，尾巴放光哀，哦，那你这样开遗愿下去也有大概100多亿可以用。对，其实100多亿已经可以炸死很多东西，你知道吗？对，真的不行，我开两炮嘛，真的不行，我再多带几只嘛，对，再不行我带个光哀，哎，我带个那个光希腊神嘛，对 ，Why not？对哦，啊，以上是绝了，反正我觉得埃及人是真的是强无敌，他改强了非常非常多。对，没错，4900亿，好，4900亿。你要知道现在月挑战的王平均在500到1000亿在往，甚至还没有破1000亿。哦，4900亿，像这是月挑战伪王的奥丁，不是什么乌鼠小奥顿吗？对，你点下去直接不见了，那王点下去叮就不见了。哇，强无敌！啊，不过我就说，虽然说埃及神他给了你正攻的本钱，因为你知道以前埃及神那个几乎没办法正攻，以前埃及神倍率低到不行，所以还会带上什么机械兵，就不是把自己速度变成160万的那个机械兵，哦，因为那个倍率实在是太可怜了。哦，可是现在埃及神他给了你70倍，哦，因为他本身可以吃到这个7×10，70倍，749嘛，4900倍。然后那个什么，主动技能算另类的常驻，虽然说技能不会跳，哦，算另类的常驻，所以这样给他差不多是10000倍哈，10000倍加上这个主动技能效果提升200%，哎，珠子效果提升200%，哦。不过其实老实讲，现在动辄破万倍的队长很多，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把那个队长的十倍率仔细全部算进去，你发现其实最近要合格队长十倍率都破几万倍在跳了。对，甚至有一堆东西都是十几万倍在跳，而且我们还只看十倍率哈，我们不会算进去那些什么加法。那埃及这个间距效果甚至还是虚倍率，懂吗？而且埃及只有一种属猪而已，啊，它只有一种属猪，所以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你今天如果这关卡一两关可能 OK， 如果你整关有大部分大概超过50%以上的关卡要正攻的话，我觉得还不如不要用埃及。对，因为埃及神这东西毕竟还是点一点最爽嘛，所以咯，好啦，大概这样。然后在那边北欧神的改强就是北欧神跟巫女就是更强啊，对，就是更强一点，哈哈。然后指定数量种族岩块啊，不知道这种岩块怎么拿，他有说吗？神之岩块、人之岩块，好像是要刷这个东西吧？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怎么说？应该也是得放常驻啊，不然我这个活动没跟到的话，那到时候我的巫女跟北欧神没办法突破，是不是有点好笑？对，这东西应该是要算另类的常驻啊，只是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式推出，就是。好，然后下面就是一些通行证啊、皇权改强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我蛮期待埃及神那个了，而且，对，毕竟也一段时间没有东西解放了，我的舍度已经饥渴难耐了。对，两位你们觉得如何了？你们对埃及神有什么想法？对，是不是也很期待？我已经等着看到那个什么，就是今天的月挑战出来，对，然后那个埃及神点一点点一点就直接结束。因为其实埃及神也少数点不进去的东西，也只有像什么，因为你像看他主动技能已经可以炸了，他主动技能可以炸，他什么全版血域或是什么，哎，全版有什么东西的话，也他也可以直接炸过去啊。对，而且其实炸这个东西本身也可以适用在隐身盾或是手削全叉盾，哦，或像现在很常遇到什么手削多种减伤，唯一一个比较。大的盲点是康盾啊，因为康盾这东西你只要没有康盾，你就炸不进去嘛。对，那我刚刚讲的埃及神正攻的本钱蛮普通的，而且那种回合结束炸的炮就是那种很好笑的炮，所以咯，对啊，好，忘了讲那个小太郎是回合结束炸嘛，对，你找到康盾直接给他炸，对了。老不过埃及神没有技能跳技能，就是他没有技能跳技能的，怎么说的？代价就是说，你今天可能第一关要先把技能写好跳，再开始点。对，所以像遗愿这种技能直接跳就很离谱了。对，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张，我顺便一起讲，就是那个冰花啦，那个换你上线新卡，我只能跟你说，这张冰花强无敌哦，超级强。我觉得他应该是，甚至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跟超兽魔神齐名的。你想说那个里面就四张卡嘛？我觉得这张卡面就是跟超兽魔神齐名的。哦，点选元素法师能让腐蚀一次，将该种腐蚀转化为木人族强腐蚀，消除的附加效果一回升攻击6倍。哦，注意哦。这个东西我们先看它的副销哦，它副销 C 多少呢？没有，它是 EP6， 这个我还没修啊，它是 EP6 哦，它这个写错了。EP6 什么概念？那，啊，这个 EP 应该是10或12，我自己觉得应该是12啊，因为除了特别阉割过，因为通常都是10，都是12，那10其实也还好就是。
对 ，EP6 什么概念？我竟然可以直接开，竟然可以直接开的副销，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其实现在第一关很常给你一些奇怪的东西，像是减秒啊，对，或者大家最喜欢那个灾厄，灾厄里面的混沌值啊，对，这类奇怪的东西，对，或是即时倒数这些，竟然可以直接开的副销，有它一个先天的优势。哦，那如果你今天用不到这个副销的话，它还有其他功能。哦，自身攻击六倍，这冰花啦，对，没有，这是热狗。哦，点血法身上服饰 一次，将干扰服饰转化为默认的强化服饰跟自身攻击六倍。这个东西本身的增加效果是非常非常可观，它竟然可以直接开。而且默认族还有那个什么，应该说现在虽然现在有通行证了，对，六倍乘以一大堆鼠族，加上 1.5 乘 1.5。哦，所以其实 这家同样猪啦，挡到脸他就故意的没，干嘛？嫌我挡的不够多是不是？哦，而且现在第一关很常出现那种，就是假设像第一关什么全什么什么电击进销全，对，什么全什么什么东西怎样怎样怎样，对，什么东西进手销，什么东西进销，对，这个技能可以直接解决，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跟超兽魔神甚至是齐名的强度。那当然，其实哪一张比较好用，很难说啦。那超兽魔神毕竟两招嘛，那加我这一招，可能他可以开两次啊。哦，反正是非常非常值得换出来的啦。对比起那个妲己来说，你看这个就改得很好啊。对，妲己那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喽。对，所以欢迎各位在4月1号推出这张卡片的时候，对，把它马上把它换出来。对，非常非常强势，而且其实木属性的副消也没几张哦。木属性跟人类队的副消，对，人类队最快是谁？以诺啊。对，以诺，如果你今天洗的够好的词条，应该说走对路线的话，以诺进场是多少？二还是三？对，回转速度快，可他这张是进场速度快。而且某方面来讲，其实他回转第一次、第二次比以诺还要快，因为他给别人开两次，懂我意思吗？对啊，所以各取所需。那各取所需啦。那木队的副校就是木天使跟世界树嘛。对，木天使也是 C16 哦，C16 对。然后世界树可以装弹珠龙壳，对，可是再怎么样都没有他快，懂我意思吗？所以就算是一个不错的补强啊。人强到点上位是没错啊，不过应该说现役队兼具啦，可是你本身的种族强化族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的可观，懂我意思吗？打这家种族尊格都没看到，那个拿来当绿猪就好了，你那个六倍是实实在在六倍啊，对，666哦，六，然后在六种珠子里面点一种，然后要六倍哦，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六？呵呵。啊，所以最后是 EP 啦。我觉得原本的 CD 我就觉得还不错吧，可是 EP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对 ，EP 就真的很强势了。好啦，大概这样，我把剩下一场的那个模式再拿完。好，开始期待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应该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把埃及全部练一练啊。你们觉得要不要把五个埃及怎么说？五个埃及熔炼，然后全部找每一关。随便找一关拍，对，五个埃及全部示范一次，笑死！感觉真的没什么影片拍欸，真的完全没有光感可以打，也没有新卡，好不容易终于有埃及神了。叮。不是啊，我指的说是拿出去实战。我知道就练没有打，就练点下就直接就练了。我是拿出去实战关卡，对，五个属性全部给他来一遍，那、啊、怎么就卡住了？打人欺负朱雀，哎。我不知道有人，其实我觉得埃及城的复制人应该不是说必要性很大，说真的，因为其实老实讲，你投埃及城通常都是投给埃及，然后光埃可能会有配遗愿的情况，可是通常是投给埃及啊。然后投给你一关里面一回里面开两只，对，主族量其实就已经很够用，基本上了。对，然后那个战场在敌人身上又是那种持续的效果，所以就变成说你要复制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不像北欧城至少那个转租开很多很多次，对吧？配专属武装还有用。埃及的复制人就比较普通了。
那省天省度啊，搞不好到时候还有更多人要熔炼的东西耶。虽然说我觉得照这个进度，应该下一次是明年了。变成武装跟之前一样，火埃比较好，因为火埃有克魂武装。对，爱之神自己的武装其实挺鸟的吧？我记得不是什么减伤嘛，应该说不是，也不是说挺鸟，应该说是对应属性的减伤。我看一下，对我记得不是撑血，可是因为火埃有克魂武装的关系。等一下哦，个武装，我应该有做吧？这个吧。那你看那个五十公斤段，水影伤减少10%，或者火影攻击1.5倍。对，直接呢，主要是个减伤啊。可是血量的部分，如果你要解决的话，你可以带就是火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啊，生命值是1.1倍啊。免费武装哦，你说这个、哦，也是啦，这个东西也能撑一点血啊。哦，对啊，木埃也可以装那个嘛，对不对？木暗防龙的武装。啊，你要知道以前的那个血量，以前缺血量就是放，救急火埃跟救急木埃进去，不是救急啊，一转火埃跟一转木埃，因为一转火埃跟一转木埃那个时候补了一个升华，啊，那个升华本身帮他加了250回复力，所以导致以前会有那什么血回比失衡的情况也被解决。你知道火埃的回复力285，吓死人，在龙族里面是排名很前面的，我看一下，对，虽然说你开龙族找回复力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你看龙族回复大部分都是十位数而已，你看87。加值是87，对吧？感谢埃及神，对，以后打关卡只要点一点就结束了。好啦，差不多啦。对，我们请各位将军木棉花，我看一下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我本来想说那个假日的时候应该会开了爬塔，因为那个什么，对，确实大吉其实5号在敲了，对，所以假日或是这几天有空的话，可以开来爬一个那个弹射的塔。对，不然就是下一次开的可能就是没有新一天了。对，毕竟弹射塔到3月31号啊，其实来日方长了，太久了。对，你们又踩了。对，给我去看中华一番啦。对，下一次至少没有新一天会开啦，就传统，拜拜。对，好期待我们的埃及神哦。